政委说啊，你怎么可以去外交官，你去演布袋戏失格嘛，什么之类的。但相对的呢，我会觉得说怎么会失格，布袋戏是台湾文化，我用布袋戏这个巧思呢出奇制胜，引起你的注意。那法国人一看，哇，你们台湾实在太厉害了，你们有台风，有地震，有登革热，包括你们的国会被学生占领24天，你们的社会照样运作，没有任何问题发生。哎，这个真的是了不起。我到处去行销台湾的话，我不是夸张的，外交部人才济济的哈，我不缺我一个。可是呢，我有本事介绍中华民国台湾3天3夜，不信你试试看。Bonsoir à tous nos chers téléspectateurs. Je m'appelle Li Qianlong Michel. Étant diplomate de carrière, je suis très heureux, très enchanté d'avoir cette opportunité de partager mes expériences professionnelles de 42 ans. J'ai eu la chance à servir 2 fois en Haïti, 3 fois en France, 1 fois à La Haye et 1 fois à Genève internationale.Comme nous tous sommes d'accord que nous vivons dans une ère de communication, donc il est intéressant et même important pour nous tous de savoir ce que les diplomates font pour notre beau pays, belle île, Taïwan. Merci beaucoup.篇章，谢谢，非常荣幸，谢谢。哦，李大使，观众朋友，这个脸书上84万的这个点阅率，相信海内外很多看板的观众朋友今天都很期待，要听李大使跟我们分享42年的这个外交生涯，对不对？27年驻外，16年在法国，这是非常非常不同于任何人的人生经历。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是非常难得了。哎，那对我来讲，我当然做梦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台糖的子弟呢，那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特别是巴黎这么漂亮、这么美的地方，那能够去3次，那尤其是最后8年半啊，6年加2年半呢，有机会为我们的国家加强跟法国各项领域的实质关系啊，做一点努力的话呢，当然有人开玩笑说是啊，这个很过分的哈，因为巴黎这么好的地方，可是相对的呢，我们也真的认认真真的、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的努力。是吕大使的花都人生，他刚刚提到前后加起来16年，不只是浪漫，而这个里面啊，他是拼了命，一天当好几天的在用，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你是中华民国跳痛外交官，可以接受。跳痛不跳痛，形式不重要，重点是李大使真的很爱台湾。不，因为我们有理念，有理念，那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有行动，行动的背后有实力，这个实力呢展现在整体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方面，包括我们的经济、民主、科技、文化。可是呢，我们也知道西方社会跟东方社会文明上最大的差异在于，他们更尊重强者。所以呢，他更尊重强者，那当然对，会同情弱者了，否则就没有所谓的人道救援了哈。那这方面我们做得当然不错。那法国人一看，哇，你们台湾实在太厉害了，你们有台风，有地震，有登革热，包括你们的国会被学生占领24天，你们的社会照样运作，没有任何问题发生。哎，这个真的是了不起。那么你们能够走到今天，老实讲，全世界的处境啊，最独特。最独特无二的了哈，就是最困难的呢。老实讲，不是台湾，好像还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你在巴黎住了这么久啊，第一个，巴黎代不代表法国？第二个，如果我们用尽量用几句话来形容法国这个民族性的特质，你会怎么形容？巴黎是巴黎啊，法国人讲说巴黎不是法国。是啊，因为除了巴黎以外的法国，法国是我们的26倍的面积哈，它人口6500万，将近6600万。Wow.那么你到巴黎去，跟你到巴黎以外的地方，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个共同点，法国人呢非常尊重多元，
他们表现在对文化的尊重、喜好，甚至于在推崇这方面。那么在这个同时，如果我们要对法国人做一个形容的话呢，你会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守法。啊，我们的法文刚好法国 la France 换成法国啊，有法律的国家啊，哎，你这个刚好也是一个很好的巧合。法国人一般来讲是蛮守法的，所以尊重多元，这是大使在法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一句话，认为是你最 admire 的一个法国人的民族特性的价值哦。没错，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其实啊。好不容易等到吕大使回到了台湾，因为之前他在法国的时候，不只是法文演布袋戏，在 YouTube 上震惊海内外，应该说是让海内外惊喜哦。我们时尚玩家莎莎也曾经拜访过吕大使，时间没有很久以前，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影片，再跟大使谈一下他在法国的一切。是的，我们要来拜会那个大使了。好好，终于可以尽情的讲中文了。哎，你好，大使，你好，哦，高兴啊！看到这么好的节目，跑到巴黎花都来拍，真的，台湾真荣耀。我是莎莎啦，是啊，你好，我们在节目看过你啦，真的吗？我透过网络都有看你们的好节目啊，真的真的。然后我来法国啊，他们有说来做客都要带一点小礼物，所以我特别带了漂亮的兰花还有红酒给你。那我就不敢不当了。哎呦，这兰花怎么那么厉害啦？是兰花，一个腊肠。没有啊，没有关系，这个心意的兰花都是台湾来的，没有关系的，颜色不同而已，弄都素颜。就是丢了。哇，大使人怎么这么 nice 哈？看到莎莎来呀，还很热心带她参观呢。哇，你看还有花园了。哎呀，在这里办公也太幸福了吧！这里有一棵樱桃树，当然我要先说明，我不是华盛顿。1995年我离开这里掉到海地去的时候种的。那我2007年回来，没有想到他活着。那他也结樱桃，我们同事说。大使，你种那个不会结樱桃了啊？我说哪有樱桃不结果的？结果我们验证的结果呢是会长樱桃，但是都被聪明的鸟吃了。我们的这里的这个鸽子呢是大学毕业的。哇，厉害！大使，你以前有主持过节目吗？我上过节目，一天到晚在演讲行销台湾。真的，如果要找助理的话，我可以来应征。我就是想这样子讲呢。我们之前有在海选主持人，你怎么没有来报名哈？因为我觉得在你旁边我好轻松哦，就是一直在就好了。你都可以是帮我介绍，好棒哦！大使哦，真的很尽责啦。一讲到行销台湾哦，噼里啪啦他就开始讲个不停啦，让咱们莎莎哦是完全插不上话啦。而且哦，他可是一点架子也没有呢。你看，他还和莎莎哦吃起台湾的泡面了啦。我也好久没有吃这个，因为这个好贵哦。哦，我这样看台湾真的很美。有点模糊哎。莎莎吼，还有另外带一样也很强的台湾味哦。好了，欧莱苏，怎么搞法度啊？您瞧瞧，大使多开心呐！哎，真的很感谢大使吼，在法国这么努力的为台湾打拼呐，希望你吼也继续加油嘿。好美的这个代表处办公室，它是哪一年建的？它是1754年盖的，是属于路易十五的末期，也就是在外面有马路，然后有一个中庭，然后主建筑物后面还有一个法式花园。那法式花园里面有一尊那个 Stanis 那个雕刻作品是杨荫峰大师的作品。那莎莎那时候因为在透过台北透过巴黎的这个留学生，后来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他有人打电话说大使啊，莎莎的团队要到巴黎来拍片哈，我说啊竭诚欢迎啊，他们要来拍代表处，我说再欢迎一次。然后呢，他们说他们也要访问你，我说那没问题，再欢迎第三次。结果就这样敲定哪一天，10月23日，就这样子了。没有脚本，也不知道要谈什么，所以刚刚各位看到那一套，这一路下来40多钟啊。其实他在 follow 你的脚本。那到最后呢，我仔细一看，因为啊没有套招嘛，那说来就来，对不对？那天是礼拜天，我仔细一看，这天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说有生日还真不错啊。那么深刻，这是建国百年的时候拍的。10月23日，那您是天秤座。
对，没错。哦，大使啊，我们刚刚看到莎莎来拜访您的时候，带了一个兰花啊，很漂亮。您在法国，我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一般人对法国的这个文化性啊，特别会想到应对进退的一些礼节，在这个部分，你有没有在适应上面曾经比较困难的地方？有的，因为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去之前的话，因为我是在国内，我是淡江法文系哈，我加一句第一名毕业哈，第一名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全班总要有一个人第一名，而那个人刚好是我而已。所以呢，一去以后，当然一方面是很兴奋，那一方面呢，也蛮紧张的。所以呢，处处要去，因为这工作要跟不同的单位啊、不同的对象去交往。第一次您几岁？1980年的时候。层级呢？我那是三等秘书，然后第二次去我当这个业务组组长。好，1980年出。对，生活上的话呢，我们就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呢，一开始会怕怕，我讲的话语到底你听懂还不懂？其实呢，不用担心。你就算发音不是很标准的话呢，他一看哦，你哪里来的？台湾来的。那这个跟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他们有很高度的好奇心，他们都有兴趣跟你多谈两句。那这个时候呢，挑战就来了。你要先告诉你自己，他问我，我怎么回他？我开了话匣子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继续对话？比方说，我们到这个大皇宫去。到大皇宫去，我们就举杨荫峰大师的作品，40几件的同样的作品很大。然后呢，你一进去的时候，他看哦，这个是哦是哪里来的？一看哦是杨荫峰，那因为我站在杨大师的旁边嘛。他说哦，怎么你们台湾也会做这一种？我说我们不只做这一种，我们还可以交流啊，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也有展览啊，对不对？你打开第一句话之后的话，就会决定你以后的谈话会不会继续下去。因为如果他觉得跟你谈话无趣，他不会继续。所以大使，这个对你初使法国的时候，我觉得对那个年纪的你，他非常有挑战性，因为你每一次都是。在你的外交工作里面，你每一次的谈话，你每次设定一个话题，当你想把台湾带到这些法国人面前的时候，你就像握着一把钥匙，你一定要把那个门打开。好，如果在那边开不了了以后，人家就走了。那我们不会开不了啊？为什么？因为他有可能那天心情不好，对不对？银行账户没钱啦、他给你打个招呼，点个头就走了。但是一般来讲，我可以这样讲，99%，你只要跟手伸出去跟他讲两句话的话呢，他会有兴趣跟你继续聊一聊。那这个就是他们人民在学校的教育，在生活的教育里面，每一个人都会训练，都被训练出第一个有礼貌，这是一种基本礼貌。人家跟你打招呼，你不能不理人家。第一个，第二个，每一个人都，我们用比较专业的话来讲，都能说善道。包括他们高中毕业的会考，有考哲学，这个呢就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哲学不是选择题啊，他们的考试都是申论题。所以我在巴黎的时候，我也利用晚上，我不能讲偷偷跑去念书啊，去修博士学位。那晚上是下班以后偷跑去上课的。那我很感谢我太太，因为那时候每一天做2-3明治，5点半的时候呢，一个中午吃了，5点半的时候呢，办公室锁起来，没有收啊。然后冲到学校去6点半上课，上到12点半，然后再回办公室上到11点钟才回家。那。因为这个经验呢，告诉我们学校的指导教授，因为那是念博士班嘛，他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写博士论文，老实讲，一些基本要素、方法论，你弄清楚了以后呢，你绝对可以写出来。因为写博士论文那是压力很大，而我又是白天在工作，我太太呢非常好心，说要不我帮你打论文，我说不要。啊，你两个小孩照顾好就好。所以呢，我的论文呢是我自己打啊，也因为这样训练呢，一方面在看资料以后，我知道精华在哪里，怎么样综合起来，怎么样去表达，写成文字。那还有这个对我日后的工作，包括上电视台啊，上当地的这些媒体，甚至于说 live 的这个广播，国际性的这个广播，我知道哪一些在有限的钱或时间之下，怎么样去。精华的、精简的讲出来，就用这种方式来行销台湾，所以我会很快乐啊！你觉得燃烧你这样子，你那个叫做日以继夜啦，焚高继轨，燃烧你的热情，那个时候你的梦想跟理想是什么？如果你只是成就自己，我相信不是。modern 的，为什么？
你觉得你回顾，你觉得学校毕业以后驱动你？学校毕业以后，所有的老师都说：“哎，吕倩蓉，你应该继续去巴黎念书，拿个学位回来，然后把法国啊这个精华的地方啊带回来啊，做这个以后教书也好，或者做什么研究都好。”但是那时候的客观环境不容许。那后来想一想，干脆务实一点，我先当完兵再说。所以呢，在当兵的时候呢，甚至我在念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因为法语学的人少，他也不是很好学，所以我只要把它学好的话，我以后就有机会。那因此呢，到马祖去当兵，他们一直在安慰我，那我心想，那去就去嘛。所以呢，我也很务实，去行政院新闻局呢，去找介绍中华民国台湾的法文资料，不多，我拿了一整套去，然后到马祖去呢，我一天呢。背法文背五个钟头，上午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anyway， 我强迫我自己一天要把新闻局的那些资料呢，要好好的去消化它。也因为这样，所以后来回来台北参加外交特考，考新闻局，然后再去考其他的考试的话呢，能够考上。那甚至于到后来我到处去行销台湾的话，我不是夸张的哈，外交部人才济济的哈，我。不缺我一个，可是呢，我有本事介绍中华民国台湾三天三夜，不信你试试看。我们来看第一则报道。Chérie, apparemment tu es content ce soir. Oui, oui, très content. Après mes études à l'université de Rennes, je suis de retour en France.Oh, c'est une bonne chose. Mais surtout, j'ai profité de vol direct Eva Air, Taipei-Paris. Ah, c'est pas mal. Et ensuite, entre Taïwan et la France, il y a tant de choses à faire. Mais je le sais. Et en plus, France, un grand pays de la culture, un grand pays de la haute technologie. Je le sais aussi. Mais comme tu le sais, moi, c'est facile. Il suffit de naviguer par le smartphone HTC taïwanais.2015年1月，法国企业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我们驻法代表吕庆龙舞着两尊布袋戏偶，全程说着法语，就这样完全生动的让台湾和法国共同的地方风趣呈现，掀起晚会最高潮。啊，台湾人相送，我想的一波台湾也不干念，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啊家哎呀，我都看破了呀，阿伯的。生动有趣的布袋戏开场，很对法国人的胃，现场掌声不断。吕庆龙再把握机会。拿起麦克风，加码推销台湾好。Vous avez dépassé largement, mais c'est pas grave. Si vous nous faites un spectacle comme ça, oui. À Taïwan, 3% de smartphones contribués par HTC, et l'essentiel, ça c'est des bio, disons caméras et technologies françaises. C'est acheté par HTC. C'est pour ça que pensez.Mesdames et messieurs, prochaine fois quand vous allez changer de smartphone, il y a des technologies françaises. C'est à vous de voir. Et en plus, c'est un deuxième secret. On peut partir peut-être. Hein. Alors, petite caméra, aussi HTC. C'est le symbole de RNT.吕庆龙的妙语如珠，让主持人都不得不让给他更多时间。原定两分钟的演讲，吕庆龙在台上争取到快四分钟，大力行销台湾。Qui ont certainement bien apprécié le séjour à Taïwan,、oui. mais jamais trop tard et jamais trop peu. Visitez Taïwan, travaillez Taïwan, parce que c'est un pays, c'est un marché qui est le 18e marché du monde entier. Son importation représente 1,46. Très bien. Travaillez bien, merci. Merci beaucoup, monsieur. Non. 这段画面在法国电视台直播时，有160万的观众收看，在网络上短短三个月，更超过80万人次点阅。吕庆龙态度从容，幽默的演讲颠覆了一般外交形式，让台湾名号一系响亮，被台湾网友封为特优外交官、台湾之光。用布袋戏来行销台湾，而且你透过对话又很风趣，那又能够把要点讲出来，能够得到共鸣嘛？啊，因此他们就会有兴趣去听听。啊，去注意听你到底在讲什么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说沟通的技巧了。吕庆龙运用布袋戏巧思，在法国各地演说时当开场表演，其实已经有快7年的时间。一开始他只是即兴演出，介绍台湾的传统文化。
化。后来发现法国人非常喜欢，聚焦作用相当大，每每都能成为全场焦点。我的对话呢，是看对象、看场景去改变的，不一定都是一样的，因为这些数据都是真的，你可以去查。然后呢，当然你要全部把它背起来，而且有条不紊的看什么场景把它讲出来。是每次会议主题决定当场要说的脚本，其实很需要花时间做足功课，事先查阅准确的资料，还要加上临场反应。但是吕庆龙总能不疾不徐，不论讲台湾经贸文化或是科技贡献，透过双手舞弄的布袋戏传递出去，潜移默化中，台湾深植人心。那你在外交官或是法国那些要人，其实他们服装也都是相对都是很考究的。对啊，所以大家服装都很考究，那你怎么会凸显出来？所以大使当然要想办法去凸显出来，因为我们一定要变成主角。想办法拼场成为主角，台上吸引目光后，只是吕庆龙打好算盘的第一步。演完布袋戏，真正务实外交的工作才要开始。啊、所以我们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什么表演布袋戏很轻松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其实都是在作战，然后他会从文化的场合就转到经济的场合，就转到农业的场合，就转到生计的场合，就转到。其实这是很好的务实外交的方式。台艺大校长陈志成曾经在法国驻台办事处担任吕庆龙幕僚长达六年，说起跟吕大使共事要有很强的心脏，因为吕庆龙常常冒出不同的点子，譬如参加坎城影展台湾电影之夜，吕庆龙骑着 Made in Taiwan 的脚踏车进场主持，成功博得法国媒体版面；还有去法国国小演讲，他带着元宵节的小提灯，要小朋友能专心听他讲台湾的故事。法国的小孩吼，你要去演讲，迄有影爱两部片啦，你呐？啊，迄当时因为超会好，有一挂迄个做灯笼吼，用纸。印印啊，拆开来念迄个啊，用透过做灯笼安尼去，互伊介绍台湾。各位，这就是我咧讲啊，讲咱办外交，咱爱想空想方办外交。驻法时间，不论是小型演讲、电台邀访，或是直播节目，吕庆龙只要能配合，都尽量敲出时间空档。有时一天还跑到六七个行程。因为经历外交生涯40年的吕庆龙深刻体认，往往一段好的外交机缘是在不经意之中结下。你想一想，这些小朋友，他的父母可能是国会议员，他的父母可能是市长。我请问你，你要不要投资？因此我第一年去呢，有十几个法国高中送到台湾了，我就办行前说明会，从此以后我每年都办，一直到最后过去我回来前三年，每一年50个。哎，你想一想，一年50个，我办10年就500个新生代的精英认识台湾，啊，台湾怎么会没有前途？请跑各种场合，吕庆龙总共3次驻法，16年的时间，早就是外交圈赫赫有名的人物。2013年，巴黎东郊的毕希圣乔治市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所以在法国地图上现在有一条吕庆龙巷，成为永久的台湾宣传。啊，各位先生，千万你唔通想我足够，其实我无够，我甲每一个人拢同款，我甲因员爱做的、爱努力的，都是伊的国家实力。吕庆龙说，每位外交官都有自己的特长，他只是喜欢事先设计桥段，加上善用道具增加观众印象。等现场气氛热络后，再私下讨论许多外交合作案，其实也就变得愉快许多。吕庆龙在典型严肃的外交圈中独树一帜的风格，让台湾实力被国际看见，累积最大能见度。哇，大使，其实我们刚刚在报道里面看到的那一段 VCR 是这个法国的企业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在网络上点阅几十万几十万。然后整个报道我们还看到，其实你在各个场合提灯笼，还有这两个朋友跟你去了很多地方。这是廖文和布偶戏团特别提供的。对，他们也没想要跟着你要这么辛苦了。因为他送他，因为是没有对，但因为原来他送我之后，他陈希芳还有他都到巴黎这个文化馆去表演，满场哎。是。那么因为第一次是这个陈希。老师啊去表演以后，他们请我致辞嘛，因为我是大到场，所以主办单位呢，文化馆的馆长呢，他请我致辞。我想，哎，既然是布袋戏，我就先躲到后面去，先在对着镜头。那时候 HDC 的 Netbook 刚出来，所以用那个方式去演一小段，走出来以后，大家啊，
台湾的大使用布袋戏来开场，就给我一个灵感。大使，那我问你，你的性格里面，你发现自己从小到大是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鼓励你哦？就是你不怕搞砸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讲说墨守成规跟创新之间，其实对，没错，不是不想把事做好，但是你知道这个公务员的生涯，还有你们所做的每一项都是要被记录的，没错，就是你完全不怕被你自己搞砸哎。我老实讲，说怕倒也有没有顾虑过？没有，为什么？我只是有点犹豫。由于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行销，会不会引起某些人的看法？他会认为说啊，你怎么可以去外交官，你去演布袋戏失格嘛，什么之类的。但相对的呢，我会觉得说怎么会失格？布袋戏是台湾文化，我们选出来过文化的代表之一嘛。法国中尊重多元文化，我用布袋戏这个巧思呢，出奇制胜。引起你的注意，人家会觉得哇，第一个蛮新鲜的，第二个又有文化啊，最后呢，当然他会记得台湾，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办外交的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嘛，不是吗？尤其在海地，它电不多嘛，哈，所以呢，上广播的节目呢是最经常听到，我们都有统计过。每隔三天，最少平均三天，你一定会听到有关台湾的消息。哇，这个密度真的非常高，很高很高。所以外交工作在您这一生当中啊，超过了40年，你又看过了这么美的花花世界，不止欧洲啊，不止海地，但您反而会更渺小自己，更谦虚自己。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我们如果用比较务实的话来讲说，我们必须要事项，事项不是骂人哈。我在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国家不大，我们条件不有很多地方不如人。可是我自己都不努力的话，我哪能够期望别人在必要的时候帮我的忙？我在前副担先生担任这个外交部长的时候呢，我在他部长室里面工作过。有同事问我说：“哦，部长很严呢，对不对？你在那里会不会很紧张啊？有没有得胃病啊？”我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这个大家把事情做好，要求严格，这不是很正常吗？啊，我如果做事都 try my best， 对不对？我尽力而为的话，那我不挨骂，我也不会紧张啊，对不对？我太太形容我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那我说不会啊，你只要 try your best 就好了。啊，所以对我一个专业的外交人员来讲的话，我们今天假设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更多的共识，我们只要去努力，我有竞争力啊，我的竞争力呢展现在科技。科技、民主、教育、研发，还有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乎的创意这方面的话呢，当然台湾会更好嘛。所以你这一生的奉献里面，在外交最前线的奉献里面啊，你是标准的，你实践了哪能尽如人意啊？但求无愧我心，无愧我心是你自己心里面。没错了，良心工作，良心工作。那我也很感谢这个我父母，因为乡下人，老爸他在糖厂工作，他说你要。人要务实，就要像甘蔗一样种下去，要一年才能收成，所以呢，你不能走捷径。在法国出使的16年，是您外交生涯里面永难忘怀的一篇章，最长的一段时间。这一个国家社会民族性有哪一些特质已经内化成为吕庆龙先生您人生个性的一部分？当然不能说没有直接的影响了，但我们看到法国人他们在务实的那一面。法国人，大家不要看他工作35小时，看起来好像动作很慢，你会觉得说啊，你动作很慢，你站在旁边，我来做比较快。其实他们有一套的，他们在做事的是非常的认真。这个认真的背后呢，就是他们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扎实的这个生活理念。法国能够成为现在第五大经济体 ，GDP 贡献度7%。每一年都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包括艺术、科技人才到法国去。我们台湾的留学生到法国去的话，跟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国家一样，都可以享受法国政府提供给你1/3的房租津贴。大家不要以为法国人亏钱了，他今天投资之后，这些回去的留法学生都是成为促进法国跟这些国家的实质关系的。你看到他的胸怀。你给的越多，我们这个在讲的正确讲，他也讲了，我们给的越多的话，你就会回收越多。大使，跟我分享一下，你说你曾经马不停蹄，我们累积您的演讲
演讲时间？有没有一个时间数字跟这个演讲量的，让观众朋友知道？有啦，在还没有第三次到法国去之前，那是2006年，我们在国内啊，在国内有国内，我很重，因为今天的外交不是只有对外国人做，我们要让更多的国人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怎么样可以贡献？所以当时你，当时的话有157场一年。所以礼拜六，我很感谢我太太跟我女儿，他们都支持的。然后到法国去，在海地的时候呢，平均啊，我们算过140场。那到哎不，在海地是140个场次了。那到法国的时候呢，这些零零总总算起来的话呢，大概都是140、150左右。你会天天很快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有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时间过得太快，一下子又要领薪水了。大使啊，我们站在戏台里哈，这两个真的戏近看很精致。你说每次表演完都会有人想跟你要，会做收藏纪念。因为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绣工反面很漂亮。嗯，法国的布袋戏呢是比我们跟我们不一样，它用拉的哦，那这个尺寸也比较大。他们有一种非常这个欣赏的这个精神，就是什么？是不是你们绣的这么漂亮，而你们还保存着？哦，啊，这一点呢，哎，对对对，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他们会说能不能送给我？那我们有一年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去看这个养老院，那因为他分4层楼的这个地方去接待我们，那每一次我就演4次就对了。然后每一层楼都有人给你，每层都有人跟我要，包括那个馆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啊？我说不行，我全巴黎大概只有我这一对。所以这个带给大家印象很深的。你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你苦学你的法文啊，我是听说你是对着石头、对着山，然后对着海。你都把他们当成对象，对，然后再练习。是有这种这个实物的经验啊。那为什么呢？因为马祖是山，那我们空军的话呢，是住在那个碉堡，然后碉堡不够嘛，就所以住在山里头。就是说，因为马祖是岩石嘛，是不同的层次的地方。那因此呢，我要背的时候呢，我背的对着墙壁背，大概我会得忧郁症。但我对着山、对着树木啊、对着大海的话呢，不会，因为海阔天空啊，一望无际啊。那你会觉得说，哦，我要走出去，我必须要有实力。就那个时候这样告诉自己，你有机会的话，你等待机会，必须是你准备好。您说努力就对了。太当工人之子哦，所以小的时候你从来不敢去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去看。我小学的时候看到这个花花世界。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希望能够考上嘉义师范，我希望当小学老师，我就很满足了。那进了法文系去，那我想啊，既然机会来的话，那我好好去念它。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很简单的、很单纯的想法。其实我跟大家一样，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普普通通的这个公民呢，也没什么特别。林老师，你是就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时这种性格，而且你是非常非常务实，然后在困境当中求生存。最后求突破、啊，这个跟我们办外交是一样的啦。的啊、我们今天台湾，我们老实讲，我们的表现真的非常好，0.025%的面积占全球哈，那是很小的国家。可是后面还有40几个国家，面积比台湾还小。可是我们2300万的人口的话，占全世界0.3%了，我们排名第58位耶。更何况这个国家可以在 GDP 全球的贡献度1%，我们的 PPP GDP 啊，就是国民平均这个实价购买力的话，全球第14大。我现在听觉都跟不上大使讲这些数字，因为大使最厉害就是如数家珍，所有的数字就是直接好。那也因为台湾有努力啊，还有我们的国民大家都很认真打拼啊。你印象最深，不管是海地到回到法国，你外焦土为的，因为你这样子。求生存、求发展，非常务实的性格里面，你觉得在你的外交生涯里面，外交突围，你自己觉得最，我想最骄傲大使个性，又很谦虚说没有啦，你印象最深刻的，我是做我该做的而已啦。像在海地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总统叫普雷华，对我们非常好，他也了解台湾，他卡斯楚啊，古巴的这个首领啊，卡斯楚告诉他，你最好跟你台湾的好朋友维持邦交，他告诉我要转报回来给我们政府。那么那时候压力非常大，几乎要断交。你说我紧不紧张？我当然会紧张啊，怎么会不紧张？断交大使。对啊，那时候我是当公使啦，但是后来我当了这个大使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压力一直都存在嘛。所以呢，能够护盘成功、巩固邦交成功的话呢，你会很快乐。
啊，那当时呢，我要回来以后，因为我去两次当公使三年一个月，当大使两年嘛，要回来的时候，一个成绩非常高的朋友请我吃饭。那讲完所有的话以后，他说大使你能不能不要走？我说不行啊，我在外面工作连续11年呢，如果我要不回去台北，忘掉我的薪水就严重了。然后呢，我说这个我们的政策呢，就是外交上需要你海地的帮忙，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绝对会继续跟海地维持各种合作的这个计划。他说大使，我告诉你。你留下来，你要不选总统没关系，你选太子港市长，保证你会选上。那因为在那里，我们大概有机会，我们就去上电台、上广播，尤其在海地，它电不多嘛，哈，所以呢，上广播的节目呢是最经常听到。我们都有统计过，每隔3天，最少平均3天，你一定会听到有关台湾的消息。哇，这个密度真的非常高，很高很高。我们节目也很想这样。那就是因为你知道说那个地方是要去用心去深耕的地方。是，那大使，我想法国是一个餐饮跟美食非常非常成为文化每一部分的这个民族啊。那如果说像台湾小吃的话，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您觉得再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介绍？如果是您的外交资历里面，您觉得是最能够留下印象，而且会突破它原来因为文化差距所形成的一些误解。嗯，第一个呢，我会建议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油饭，嗯，这个油饭呢，一般我们是食米的民族。这是油饭嘛，没错嘛，对对，对不对？然后又炒香菇，然后呢，这个应该是用蒸的啊。然后呢，他们的你一入口的话，那个口感啊，会让人觉得哦，米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烹调啊。这个呢，我真的这个他会印象深刻。那像臭豆腐呢？啊，臭豆腐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就像是台湾一样，华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臭豆腐，主要是因为那个味道啊。但是也有人就喜欢这个味道，比如说法国的起司。它也有味道，很特别，很特别，很强，很强啊的这个气质，他们就是喜欢啊。那所以呢，这个呢要看对象。那么这位猪血糕的话，他们现在难度好像比较猪血糕的话，他会有一点怕怕的，因为颜色的关系。他会觉得说哦，原生是这样子，到底能不能吃啊？会不会怎么样啊？其实好吃当然是很好吃了，可是呢，他没有尝过的话呢，他大概会有一点保留。这个汤的话，他们会喜欢。哎，为什么？因为汤里面你可以加醋，你可以不加醋，对不对？那这个呢是 OK 的。啊，这个呢，因为有点黏黏的啊，当然里面的馅很好吃，没有错。啊，所以呢，你要他品尝这个话，你要跟他先切开，切成小块。他们会喜欢，但大概只有一半的人会喜欢。为什么？因为黏黏的，他们觉得怕怕的。大嫂。总是笑脸迎人，完全没有刻板印象的官架子，是吕庆龙给人的鲜明形象。就是因为大使敢推动台湾的形象等等，我们不管是留学生还是住在国外的台湾国民，才会觉得说，我们因此所以更觉得说，身为台湾的一种骄傲。他就是一直很有这个 passion， 很热忱，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你会发现他从一进门欢迎你，代表台湾人那一颗心，让你去见到他，然后在一个异乡看到他，不觉得他是在异乡。去年7月，吕庆龙正式从外交部退休，从法国回到台湾，头衔变了，但用心行销台湾的热情丝毫不减。咱大家爱思考，时代无同款，所以你要用什么方式，让人了解台湾。我常咧讲，今仔台湾免你同情，你若了解台湾，我保证你也爱台湾。这就是咱今仔个国家整体实力。这位超级爱台的大使，不只靠嘴巴行销而已，他自己就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代言人。全部都是啊，代职是台湾做的，当然了，所以他特别帮我选的，我非常喜欢他。然后这个去演讲的时候 ，PowerPoint 就随时在，这个当然是台湾做的 啊。然后雨伞当然是了哈，啊，这个罐头也是台湾的茶叶嘛，茶叶用完以后我舍不得丢，拿来做利用啊，做按摩用的啊。这个手机更不用说，七夕你知道我是志工的，所以这很正常啊，对不对？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也是面临台湾啦，所以这不是很愉快吗？吕庆龙吕大使现在就昂诶媒体红人，对，我们刚刚YouTube上都可以看到他。对，刚刚。
全身 Made in Taiwan， 让吕庆龙随时有道具，当成对外国人开口的话题。曾驻海地、日内瓦，加上法国，40年精彩的外交工作，各界争相邀约他分享，想听史上最艰深的行销课，在国际舞台如何争取台湾曝光。爱较勇敢的，当伊拉同款，天不怕地不怕，你若对，你去甲做，这就是勇气。哎，电视台呢？你若讲唔对，等于了你办公室都啊无去呢？啊，当然看一下的啦，对吧？啊，你若无专业的修养内底，你若敢去接？吕庆龙说：“虽然台湾有国际情势压力，但是实力是我们在地球村最独特的后盾。外交官站在第一线作战，是要懂得随机应变，在进进退退中开展新局。”外国记者协会，他们连续请我几年以后呢？啊，某一方面的人注意到这方面，就是打压，不让我去。啊，他们被做掉，我被做掉了以后呢，我就请这些记者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啊，不然我怎么办？我就所以我还是要沟通啊。啊，连这个都要打压，你说这我是不是很泄气？是，可是我这样还好了，还没有被打败。我也不会因为这样我就封口。这很不容易，被打压还不泄气。吕庆龙转个弯，照样达到目的。因为外交阅历太丰富，加上一颗似乎不用休息的脑袋，他的幕僚说，即使安排的外交行程再赶再繁重，许多文宣工作甚至是演讲稿，吕庆龙绝不假手他人。就是他其实是亲力亲为，他甚至有时候什么什么文宣啊，什么资料啊，什么其他都自己带着。然后甚至在车上，如果是我们是坐高铁，他自己都是 会亲自打的，所以他几乎可以巨细靡遗，就任何细节他其实都可以快速掌握。对的，台湾首都的对乌龙，在的大空乱的麦当劳，没有管理啊，包括没有管理，当刚好不上 export 代表的马来西亚。吕庆龙像是装了一颗按钮，每天按钮按下，资讯就会自动更新。所以不论是法国现场 live 的电视台访问，还是地方电台专访，他总是自信的面对镜头，很少低头看稿。对于国情时局、经贸数字，侃侃而谈。那你知道他常常自己开车嘛？那他开车他要很专注。嗯。那到了会场，嗯，到了会场，因为长时间开车，到了会场，突然外面气温很低。那说实在，大使也不是年轻小伙子啊。那突然开车门出去，他突然昏眩，他就倒下来，然后就赶紧报警他。嗯。报警他哈，不到一刻钟，他突然调整过来之后，马上要赶快冲去会场。他就是这么勤奋的人。吕庆龙说自己驻外的时间有限，就怕做的不够多，所以即便听众只有一个人，他也很乐意花时间跟他分享台湾有多好。比如说我一天开车开了1000公里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南部，我一天开10小时。那当然我那时候就教他们唱一首法文歌，叫朋友们晚安。吃饭的时候教他们的，晚上表演到最后那一首就是朋友们，我全场啊为之啊，惊艳。他说：“哇，你们台湾来的小朋友会唱我们的法文歌。”即使离开了最喜爱的外交工作，接近古稀之年的吕庆龙依旧把行销台湾当成终生志业。他在台湾的演讲场合里总是不断强调，不要小看自己，台湾面积虽小，成绩却很骄傲。爱台湾，人人都是外交大使。李大使，我觉得你真的，你不只是使命必达的外交官，你是创造使命，我没那么厉害，你是创造使命，自己创造使命，然后自我达阵的第一线人员。外交部人才济济，比我优秀一堆，我只是做我该做的而已。我马上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这一个摄影照片，就是，也许一般人我们都会随手拍下美景，但是拍完美景之后，我们怎么把这个感染力效应再扩大，然后跟自己的热血心之所向连接，这是我们佩服大使的地方。这是在法瑞边境拍的一张照片哈，我们来看一下。好，法瑞边境城市，大使这怎么念？您的摄影比赛的一个作品，叫做《三日尼不易》。好，这个摄影作品大使拍了以后，标题说：“法国的聪明猫说，我当然知道台湾是宝岛。”
这张照片呢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把台湾的漫画推到法国去。是。那台湾的第一本法文版在法国出版的漫画叫做《赛德克·巴莱》，是，就是漫画巴莱的《赛德克·巴莱》电影的前身。他说我们举办国际记者会，他大使你一定要到我家来参观。我说好，我来看看。啊，结果原来他太太养的猫先是到我旁边来听我们讲话，大概听不懂，结果呢就跑到旁边那棵苹果树上爬上去。我一看，我从来没有看过猫爬树啊，所以就我拿着我的照相机，看它走走走爬到上面出来的时候呢，我说看我不要动，它听懂了，啪一声就被我照下来。那时候没有想到说一参加摄影比赛，是我的同事叫做崔巧玲，他说大使你这只猫这么漂亮啊，啊这个三杰利不易啊，有这个摄影展，要不要我们去试试看？我说好嘛，那就试试看。对，那结果没想到一送去以后入围了。我要回到说拍摄影的这个工作，对外交工作有用。为什么？因为我到处去拍，那我在简报里面有一堆的照片，我都免费分享。拍完照以后，当然除了说是大家做简报用以外，有人说哎，大使你为什么不办摄影展？我说不必考虑。为什么我不办没事，我一办一定有人会讲说你看那个李青龙没做事，一天到晚就在照相。李大使，你做很多事情啊，其实你的角度跟你看到的你的想象不一样。比方说你在法国的时候，你会带领同仁啊去平安夜，在12月24号大使你会去探访养老院。对，我是福伦社，在海地的时候加入福伦社的这个摄影，所以呢在当地有一个侨领的医生了，他说哎，大使这样好不好，我们呢福伦社呢要平安去探望一个养老院啊，我们能不能把它结合起来？我说好啊。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呢，这一线就一牵出来，这个就是说我们跟侨胞有结善缘。第二个呢，我们因为平常在要在外交官的养成训练当中，人道关怀这个区块里面，绝对是就我们讲说 NGO 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要走出去，要去拓展经营有效的关系。平安院探望养老院这件事上，我觉得给我们一个新的启发，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外交工作，我们在有限资源下，我们做每一件事，我们都精密计算之后，必须要想到我是否能收割成果。但是其实你做的是，如果这是台湾价值，温暖跟细腻的关怀，那不妨就奉献跟付出。我们不必有太功利的思维，你只要用心去做，做你该做，你去跟他结善缘，对不对？然后这个你尽你的力量去做沟通的话，时机成熟的时候，贵人就会出现。老爸他在糖厂工作，他说你要原料务实，就要像甘蔗一样种下去，要一年才能收成，所以你不用找捷径。是，谢谢你今天非常谢谢，让我们如沐春风，同时让我们感触深深。谢谢，也祝福你在你所播下的每一个在台发交流之间的善缘种子，有一天都会绿树成荫，一定会越来越好，是让无数的后代可以乘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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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师，谢谢，谢谢，谢谢，祝福你，谢谢，谢谢。